你再说一次是什么？一二三四。就踩一个大鼓要数四拍。对。你试试，还好，你速度慢一点就不会难了、啊。好慢嘞、欸！告诉你，这鞋子长出来了。鞋子会长什么？会长茧啊。为什么？我们就会啊，握笔啊。握笔太久了，对不对？怎么会难呢？我打到哪里了？好，请打第三题。好了，好了。哦。